叶城的是迷你世界中的火山祭坛，在我们的祭坛上依次摆放上断剑、神圣树的果实和巨人的头颅，此时的虚空幻影就会出来。但是它并不是迷你世界中最强的 BOSS， 而迷你世界中最强的 BOSS 就是虚空首领，它比虚空幻影更要可怕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虚空首领它在迷你世界中究竟藏匿在哪里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虚空幻影它非常的强悍，如果你也见过虚空幻影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虚空幻影出来的时候，天空都会变成红色，并且它是火山地形的主宰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有 BOSS 标志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虚空幻影的心情。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虚空幻影的老大虚空首领究竟在哪？我和学姐发现，其实它就在我们人类世界中的地下。小伙伴们，现在我们需要使用到铲子和钻头，把岩石层和土层全部挖掉，最后使用拳头打破基岩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虚空首领所在的地盘。但是来到这里，我们人类通常情况下都会嗝屁，并且这里和虚空首领的地方完全一致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虚空首领的身后也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所以迷你世界中的虚空首领，它其实就藏匿在人类世界中的地下，你们知道了吗？